记者邱浩棠台南报道，据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只剩约四个月，由于立委林俊宪退出初选，因此形成六抢一的局面。对此，台南市长参选人严成佐指出，郝立伟本该就留在立院捍卫行政院长赖清德。严纯佐表示，赖清德强调未来的市长人选一定要有三项基本条件，正派、热诚和行政经验，以市民福利、市政进步为目标，更要具服务的热诚，以及需要娴熟的市政经验，而他全都符合。严纯佐解释，他是唯一具有行政经验的候选人，大台南37区的所有建设都处理过，相较于其他参选人仅有问政经验，但问政是找出问题，而行政却是解决问题，两者不同。严进一步指出，他今年辞去副市长的职务，证明破釜沉舟的决心，不像在职的立委初选没有出现还有退路，所以他是以最大的决心来面对选战。严纯佐指出，如果他当选后可以马上接手，立刻延续赖清德的政策，无需像其他候选人得摸索两三年市政，而且届时也不用改选立委，节省社会资源。尤其是赖清德曾经在9月16日说过，台南所有的立委都是赖将来在立法院最重要的力量，因此就让好立委留在立院，而他则入主市府接轨赖市长。